Happy New Year！ 在新的一年里，想好好的重新自我介绍一下。其实蛮多人好奇我经营的事情，那么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。我的生意其实是直销模式，可是不是微商。微商一般需要囤货才可以拿到更划算的价格还有利润，但是直销不需要的哦。公司有货，我们下单出货就可以了。那么直销也算是一个企业，只要不断栽培经理，代表着你有不断的开分店，类似像是 McDonald 这样子，有机会遍布全世界各地。不论什么企业，一定要有一个产品。那么我们产品就是保健品、护肤品、日常用品，而且都是芦荟产品。现在的时代大家都很注重健康，所以选择这个行业不怕会过时。那么在这个领域我是怎样赚钱的呢？用我的专业营养服务顾客，让顾客使用产品得到最佳效果。要变专业也需要学习哦。栽培人才，建立他们的组织网，增强自己，就有能力培训他人，就这么简单。更简单的说法就是自己使用产品，体验产品，分享心得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迈进。明白了在这里的模式和各种身份还有赚钱的方法了吗？有兴趣加入的非常欢迎。2023年让我带你体验这美好的事业。I'm Cathy, I'm forever.